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
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。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海王》可谓风光无限，而片中的两大女主也可谓惊为天人，170的艾梅·伯希尔德和180的妮可·基德曼，两人身材都属高挑型，一个青春无敌，一个韵味十足，一个德普前妻，一个阿汤哥前妻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两人颜值巅峰的照片，在你的眼里谁更惊艳呢？